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爱一世。是不是因为你变得越来越无理性？人生，什么是人生？人生就是让家己原本的财产去用骗去，啊，让家己的公司、让家己的事业完全拢误入去，这叫做人生吗？假使这也叫做人生，那你我承认，我无人生，我事业失败，我破产，真侪人都看我袂起，啊，我真正想不到你竟然安尼对待，我一直把你当作一家人呢。今嘛定义，并无代表永远拢会定义。我叫你准备遐资料，你准备好未？阿伯啦，每一个客户收款的日期拢无同，我嘛歹势打电话问客户。啊，恁较早是伫创啥？是啊，即摆我爱一个资料遮尔困难。因为这较早是客户经手的，啊，档案唔知放喺倒，我需要一项一项去查。你莫讲，即摆你莫将去处理，即摆去啊！这去啊！小姐夫 ，OK， 今日做些处理啊。小林，歹势啊！总经理哦，看到去，你莫见怪，你身体无恙。是。对，阿杰，你来来啊！先生就叫我来啊！我些代志我拢知啊，我是搭三工的。我知你的心内哦，已经忍着去，嘛真乱。不过安尼啊，是我了解到代志啦。今麦我的心情哦，那像就伫办公室同款啊，乱七八糟，我唔知咩整理。乱是乱，不过咱一步一步来啊。较重要，咱就先处理。譬如讲一寡重要客户，咱就先按下好。看是你出面，还是我出面，拢会用的啊。特别乖啊，特别乖，我真正是为相信客户，因贵一体，遭这种报应。三姐夫，你先莫讲这啦。客户那边哦。你先想看卖啊，啊，我来查一下库存啊，把货小调多些，较免临时出代志。喂，吴杰，多谢你。卖讲啊，郑姐夫，加油哦！这三分钟，我话要甲你讲，相信你拢知影，公司已经出问题啊。我知你的心内一定真乱，嘛真着急。不过，即摆上要紧的，就是先冷静下来，大家同心，把公司稳落掉。OK？ 快点，麻烦你，把所有病院订单拢整理好交给我。好。小珍，麻烦你，把药妆店的部分嘛交给我。是。搁一件代志。咱绝对袂当外口知影，咱公司会出问题啊，所以千万袂当讲漏到去啊，知无？知。公司若保护着，大家就头路通做，对无？大家吼，紧去保养。这是便宜最近谈过来订单。啊，多谢。看这钱哈，是不是要整理啦？我拄仔查过啊，咱的库存啊，刚剩一礼拜的量尔，啊订单搁这么多，是到咱的会员可能登记哦。我毕竟叫这个客户啊，一定爱加进货的，想袂到你那边收代理款的。我超过伊号公司等我，真正是要看我公司倒落掉。三姐夫，听讲你最近甲真侪同路有签新的合约，
啊，时间到，咱是无法度交货，啊，唔得付违约金嘛。这条真正叫害死，我讲是真歹度过一关啊。你先冷静，我来想办法。哎，不，不给，你是别动，不给。 我今麦跟你出来做啊，以后都要麻烦苦当你加搞支持。好，我知，无安尼好不好？那约在酒店，只好讲。嗯，就安尼哦，拜拜。 你若在阮公司伫咧应征新的员工，就算我都配甲去做渔民，嘛无可能替你种白姑娘做代志啊！即摆天气遐尼歹，你上好是唔通安尼天气哦。你搞点去啊？即摆是安怎？这尼早就约人去酒店饮酒了，你除了会用美人计，佫会用啥哈？老大出钱予你来反白阮三姐夫。 我那就是靠近无用，所以你今日专工来遮是要来学我洗面。无唔对，先说不用你讨国列兵，进前你怪阮三姐夫利用你去搞白人客，即卖咧，你嘛是用同款手段去人客应付啊？你是凭啥物怪阮三姐夫？明明就是你家己想要反白阮三姐夫，佫讲我全理由了了。你若要继续讲遮有话无话，我是对你无客气。 无客气是安怎？你刚才这间办公室真正是谁的无？是俊贤的。伊时阵跟你分手，就是希望你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将来。不过你嘞，已经变作转地步啊！你为着要趁钱，不择手段。俊贤也是知影你跟阮三姐夫大头家，佮用卑鄙的手段，一个约在办公室。你想，伊对你有啥失望啊？ 我当然知影这间办公室有啥，我今日咧做乱转，拢是为着准的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若讲不准的，我就万分偏见哦。若不是伊，我跟准贤今日可能一人一路。免我这样好听啦，真正理由根本就是爱慕伊我。随着你安怎讲啦，我跟你做啥，我跟你真清楚。门伫遐，你唔走。 卖个讲遮，即摆德国药厂代理权伫咧手头，你想要赚偌济，你家己讲。你拄则是入门，若开始讲重点，嘛无需要浪费咱两汉尔济时间嘛。我无想要赚偌济啦，我干那要爱恁甲别人签的合约，搁加两双而已。啥？我甲你进货，比阮甲你出货搁贵哦。 我知影你甲真侪病院，还佫有药箱拢有签约。假使讲若是无得准时交货，这违约金赔起来是惊死人。即摆都要看平建宏伊安怎算较会好。你比分就是嘛天堂创好倒啊！这都要看平建宏伊到底有偌济资金。规日了后，加加是一年尔，那恁都要看讲伊是唔够啊？真正是够强的啊！真正拍什么反背？ 竟然阁变死命个签约，我问你啊，你安尼做对你有啥物好处啊？你遐知影哦，天亮嘛是俊贤一手建立起来，你个天皇创好倒，你想俊贤，敢有可能原谅你啊？俊贤伊若知我个苦心，伊绝对袂敢计较。我听你放屁！我两个代志无需要你操办，你只要把我个话传到皮建宏就会用。你放心，我连讲袂。无啥。 经理，有一件代志，我嘛是讲互你知影。车门口有啥物鬼事？迄天，你许俊贤去恁定情所在，其实伊有去。伊伫边仔，偷偷看你哭。不过，伊无想要拖累你。
我已经有点点仔离开啊，前一阵啊，俊贤有带去啉酒啊，伊只心内话拢甲我讲，伊只是想要点点祝福你，不过想袂到，你路越来越偏啊，所以伊去淡薄迄一天，伊才想要约你，去一个大家拢无熟悉所在。 重新开始。你这么跟我讲，这有什么路用？你不结，那不是白结了。我跟俊贤今晚站在你的同胞，你知无？我知影，阮三姐夫确实有够过分啊，不过你跟那孙尚香手段来报复伊啊。你也知影，俊贤一直都真关心你。 卡数有一天，伊看到你变做安尼，你想，你敢会怀疑啊？你常常顾顾啊，讲你所做一切拢是为着俊文，不过你用这种卑鄙的手段，就算你替伊甲天下都摕转来，你想，伊敢会接受你啊？你是，我讲的，就是这样，请你好好想看卖。 不可能，孙恒一定会接受我，我所做的一切，伊一定有法度谅解。总经理，阮今仔才做完圆环湖，甲库存的货做一分配，即摆已经出货啊。 公司哦，啊，拄出一批货啊，即马剩的库存就全部一礼拜，而且咧刷落来，信号又冇要开始啊，啊，真济经营看起来哦，咱前景都完全无会通啊出来呢。我知影，我就是因为安尼哦，我才去撮起你啦。即马代理款伫个手头，你若是爱货，就是爱甲调。而且怎讲，听伊讲话哦，真正是配合的。伊讲要家己拆货是会用的啊。 不过比合约计数，佫更两下。这个查某真正是够凶的啦，肉好算起，连骨头算嘛输了了。上够苦的，我是都会去还掉伊的，啥物人变个走头无路？阿杰哥，你准备安怎？这种计数，未一项是了解，未愈侪了愈侪。前一阵啊。 伊一直替公司接一挂合约，我是真惊讲免外久的时间啊，公司都要关门啊。咱敢毋通去药商搁病参详看卖啊？这是要怎讲啊？这合约签的是病纸哦，你想手上应该有可能安尼答应？这要怪哦，就要怪我输鬼讲。是啊，之前我要相信凯莉，真正是请鬼听药单。 我甚至搁为着伊，你甲咱死头路啦！我毋拉互人笑讲啊，搁敢对伊真实嘞。阿杰哥，莫想这啦，过去就过去啊，我真正无计较啊。即摆上要紧嘞，就是处理感情的问题啊。伊过去经验，我对你有信心啊。而且为着三姐，搁弟弟啊，你得坚持落去啊。我相信。 咱你发多当应付的，莫个，多谢你。你肯定是有够超过，我绝对无可能和伊讲想要安怎就安怎。啊，若无你拍算要安怎？我来调无回啊，我甲外国调。美国迄代理商我有熟识，我要甲因调。啊，不过伊种大钱的，而且一定爱现金嘛。安尼的资金都要真济啊呢。 我嘛无办法啦，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啦。
我会跟阮爸讲看卖。小王，小小小，哎呦，这文杰人吼，真嗨呢，啊，无要等来吃饭啊，未晓卡是同我电话等来讲啦，啊，这才无外久尔尔，迄个怪无外久，啊，旧镜头会过夜去啦，真想要倒来咱两个老的吼，爱安尼甲电话调起来用的呢，吼，这足唔知怎么怎么样，啊，哎，电话我，来，刘长。我敲电话叫伊回来啊！哎，好啊，你卖干来管啊多，哎哦，那即卖才几点尔？哈，啊，你着要甲叫倒回来。对啊。啊，无你等吼，即阵吼，甲小贤咧约会，你甲叫回来。哎呦。哎。约会。对。啊，卖卡，约会安尼好咧。哎，就是，你看即摆有希望啊吼。希望啥？当然嘛，办喜事啊。你甲看，迄小贤生作温柔，啊，佫生作贤惠，啊，佫足够顾家。哎，咱文家人啊，真想要带伊做某吼，咱有一款好新妇吼，安尼咱两个就安尼称心啊，咱就安尼翘脚单抱孙就好啊。哎，小贤啊，我会当嫁咱做新妇吼，是袂歹啦。嘿啊。啊，毋过哦，世事变化。是。啊。你敢那一直叫我讲卖管遐济啦，啊，当像安尼啦，我无管敢袂用的吼。是啊。干咩试试啊？试试。哎呀。啊，试试嘛，都要甲开一个门啊！你袂用讲哦，徛喺外口，我甲开啊。不是一来一断。得，起啦，敢开一个。阿妈，哎，东东，哎呦，小贤，来，坐。阿公，来，坐啦。阿公，哎，无要紧，哎，姐姐喽，姐姐，吼。嘿啦，无要紧啦，小贤啊，阿文杰无甲你做伙啊？哦，文杰讲伊无用嘞。啊，我这个蛋糕做好了，想讲可能明仔载也不新鲜呐。啊，东东哥一直差个要找阿公阿妈啦，等下刷伊过来。歹势啦，我要跟你打电话。无要紧啦。哎呦，阿姐吼，文杰实在是歹真害啊，啊，唔知你无用啥，都还未找到头路的，啊，都无用个，然后拢找个无看的人。哎。啊，博主啊。啊。但你管啊多要创啥？啊，人个小贤也无咧管啊，你安尼操无完卵啊。哦哟。啊！哎呦，好啦，卖念啊！我卖念啊啦吼，我卖个念啦。阿母，我感觉蛋糕可以切切的好啊。哦，好，多谢。哎，彤彤，啊你功课都写完啦？嗯。哦。只是讲哦，要写完功课才来看阿公阿妈。好。彤哎。阿妈甲你讲哦，你后摆若要写功课吼，你做你摕来阿公阿妈找一下。我告诉你哦，阿公不得了啊，阿公是校长呢。你后摆你若要写功课哦，你摕来找的，未晓你做你问校长阿公。若讲到阿公哦，他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阿公可比是迄落通天鸟，你知影无？通天鸟啊，讲天哦知一半，讲地知了了，唔捌来做你问校长阿公。阿公足牛的啊，嘿，一支。对吼，嘿，方便咯。我若是写功课，若是未晓，阿公，我刚来敲电话问你。哦，当然可以啊，嘿，啊，你今日哦，无代志啊，也没有功课哈。嗯。啊，甲阿公斗阵，咱来行象棋好不？一定要下象棋吗？哦。哎，林校长。哎，东东，敢那无啥想要行象棋？哦。卖啦，卖行象棋，哦。咱赶快行跳棋，迪迦，耶！来，阿姨，准备好哦，来，嘿，来，哎，东东，顶边哦，阿公安输你遐尼随便吼，阿健呢，你是不是爱牛阿公啊？啊，阿公，下棋哦，不能赖皮，但是恭候，输的人不能哭哦。哦。
输的人不能哭。嗯，可以。哎，谁怕谁？啊，好，来来来，开始。哎，林校长。你要认真一点啦，哎，输了就不太好看啦。对对对对对，哎，没有关系的，没有关系的。来来来来来，来来，来，阿公王力哦。嗯，一定是文杰哥哥。阿公给等阿兄，来来来，乖好，你也可以了。真正不是讲好啊，我那是有缘哦，会常常来甲恁看。好，今仔日拄啊好啦，活动较早结束。哦对吼，阿伯阿妈来，吃蛋糕。有人客啊？阿伯阿妈，阿这是。你好，我叫小贤。小贤。你咪学袂乱讲啊无？小贤不是第三者。我跟你代志，你莫牵拖别人，好不好？你就是小贤。姐姐，她就是在百货公司那个很凶的姐姐。你好，别讲话，她是人跟那人就是安尼，你莫计较哈。我知道你是谁啊？你是迄个名模西西对不？哇，你本人比相片搁较好看呢。对，我有听文杰讲，你以前也是老同学嘛。哪天文杰跟我跟你讲？我是野正牌女朋友。不啦，哎，小贤，小贤，迄啰西西吼是文杰。阿姆，我即马哦，唔惊互人知影我有男朋友啊。以后吼，伫记者面头前，我会代代互风声林，林文杰就是我的男朋友。就是，你你甲小贤解释一下，紧，紧。没解释啦。小贤，我坦白甲你讲啊，啊，之前吼，我甲文杰确实有认真过一段时间，啊，不过你嘛知影，恋爱是愈晚感情就愈深。我承认啦，即届吼是玩较久，啊，不过，阮拢无甲对方放袂记哦，阮拢知影哦，早晚会搁做伙。啊，你甲我讲这是要创啥？好，你知我回来啊。其实哦，我是迄天哦，伫百货公司拄到文杰啦。我相信这就是缘分，因为哦，我之前我常常甲我家己讲，若是搁拄到文杰，就表示讲，阮的缘分还袂结束。文杰迄天看到我哦，嘛是真 surprise 呢。伊看我眼神，也是甲过去同款。我感觉会出来，伫文杰的心肝内，我一直是伊的女朋友。可是哥哥看到你的时候就吓到了，而且是你喊他回来的。哎呦，小朋友，我跟文杰哥哥在一起就是这样吵吵闹闹的啊，只是一种情趣。你太小，不懂啊。可是，好好好，来，都乖哈，来，就这，就这，哈。西西啊，哎，小贤，恁坐着好啊，讲哈，坐着讲，坐着讲，哈。好啦，坐啦，坐。好啊，好啊，好。小贤，你坐嘛。你莫紧张啦，啊，我唔是要跟你谈判呐，我只是吼，甲事实讲予你知影，无吼，对你就无公平呢。即马，你已经知影我甲文杰关系，唔知你有啥物打算？我俩阵，恁两个已经结束啊。文杰
安尼跟我讲的。小贤，我今日无骗你呢，伊是无骗你哦嘿。阿母，是是啊，你听我讲啦，阿母即摆唔是要跟你作对啦，这事实就是事实嘛。当初是你家己要放弃阮文杰啦，你敢知影讲伫迄当阵，我甲恁阿爸虽然是感觉讲真拍算啦，啊，不过我嘛是尊重你的选择啊。你敢知影，阮文杰也是足无简单，才对迄段痛苦的感情行出尔尔。对啦，无定着你即摆已经后悔啊啦，啊，不过你总是都爱坦白去面对过去嘛，对唔对？阿母，这吼我甲文杰有当面讲过，而迄当阵我甲文杰并无讲要分开啊，只是暂时无联络。文杰伫我心肝内一直是我的男朋友呢，所以到今嘛我拢无交新的对象，所以即摆我阁拄到文杰，我已经真确定，文杰是我即世人上爱的查甫人。所以不管文杰是不是有新的女朋友，只要文杰还没结婚，我一定尽力争取，让文杰回来我身边。无啦，这话袂用安尼讲啦，是是啊，这代志过去都是过去呀。阿母，你袂用，没过去，永远没过去。文杰是我一世人上重要的查甫人呢，伊替我过生日，伊陪我许愿，伊答应讲。要照顾我一世人，伊一定唔嘛替你做过这么浪漫的生日，对不？无啦，啊都文杰甲小贤才拄熟识尔尔啦，啊伊都唔知小贤的生日，啊，就是拄熟识。你的感情未比我搁较深，而且进前阿伯甲阿母，甲我当作是阿伯离门的媳妇，伫咧疼惜。阮着参像一家人共款，我有信心，我绝对袂输你的。哎，是是啊，文杰甲小贤两个人哦，是真心来提来往啦。啊，这款代志哦，应该去问文杰的意思才好啦。阿伯，当然啦，啊这哦，当然爱让文杰来做选择，我只是。讲予小贤了解我的立场甲决心，啊，若无小贤的误会，我是第三者呢。小贤，我这個人吼，讲话比较不喜欢 S 啦，啊，若是无说你，去甲你伤害着，我伫遮先甲你回一个实的。我想要问你一句话。你有偌爱文杰？你若唔讲话，是毋是你还阁无法度确定你爱文杰有偌深？也毋过我会当确定，我会当为着文杰开一个记者会，甲全世界人讲林文杰就是我的男朋友。就算讲安尼会影响到我的妈的事业，我嘛袂后悔，因为我真清楚，文杰比我做第一名模搁较重要。我是要安怎甲伊结亲？我搁有东东。小贤，小贤，看你心内的想啥，你着讲出来不要紧。太勇敢的，甲讲出来无要紧啊！你应该了解阮文杰啦吼，啊？姐姐，你都讲出来了，讲啦。小贤，你若连对文杰是啥物感觉都讲袂出来，这就表示讲你无法度确定这段感情。你唔敢把你的未来交予文杰？哎，小贤啊，你也免惊歹势，看你心肝在想啥，你直接讲出来不要紧，吼。
姐，把你醒过来的话讲出来啊，讲啊。阿伯阿母，我看我起来走好了啦。我不爱走啦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哥。啊。连刚家来了，连刚家来吼，都到连刚。哎呦，阿母。啊，文姐吼，偷偷交一个新的女朋友，你哪无甲我通知一下啦？通知，他是要安怎去甲你通知啦？他你人伫倒位啊？我也唔知啊，啊，无是要讲去电话挑找你去啦？阿母，文姐嘞？唔知啦，伊都讲有代志啊，唔知咧无用啥，无甲我讲啦，我嘛唔知啦。安尼哦，我要伫遮等伊。等伊回来哦，好好一个交代。好好好，安尼嘛好啦吼。是讲，啊，甲大家等吼，大家闲闲也无创啥，啊，无讲话，嘴嘛无聊吼。好不安尼，鸡卵糕吼，摕个往食，还是这小鲜做，应该袂歹食啦，吼。来，啊。嗯。啊，好，阿伯来。好来，你先，来。不要紧啦，不要紧，阿伯，你先啦。阿母，你别，你等，别紧，你吃，你吃。阿母，你那别客气啦，不要紧啊。哎呦。哦哦。迄个，谢啊。啊，我拄只听你咧讲哦，你咧讲，你讲话，你不爱迄啰什么 S， 无介意迄啰 S， 迄什么意思哈？拐弯抹角走 S 型啊。谢谢，意思是讲哦，伊人较调皮吼，啊，讲话袂安尼弯弯翘翘就对啦。哦，对啊。哦，袂弯弯翘翘哈。鸡卵糕好食无？还好啦。食到细嘴。哦。好，好啦。孩子，阿妈干什么紧啊？妈妈，哥哥不是跟阿蛋你一起吃蛋糕啊？阿你哪会想走？妈妈拄只身体有啥不爽快啦？别紧啊，我等下去打电话给伊就好啊，好不？妈妈，你别哭啊的呢，是不是？我咧很凶的姐姐惊到啊！其实迄个姐姐也不是很凶嘛，伊只是讲话较大声尔。啊，伊是文杰哥哥的女朋友，你要看到伊讲话爱有礼貌，知无？哦。山哥哥哎，妈妈只喜欢东东哎，只要东东在妈妈的边啊，妈妈就欢喜啊。我也只喜欢妈妈一个。你这个囡仔哦，跟我哪安尼啦？一下说喜欢哥哥，一下就说喜欢我。我跟你讲，小孩子说谎话，鼻子会变长。我没有说谎啊，哥哥老是跟那些很凶的姐姐作伙哦，我就不会喜欢他了。为什么啊？跟你同款，会惊啊。不要紧，以后咱若看到那个很凶的姐姐啊，咱就紧走，安尼就袂让伊惊到啊。妈妈，咱来比赛。看像迟早去公车站，好不？嗯，好，跟你比赛。不过你别当赖皮哦。好，来。一、二、哎，东东。吓死我了！你赖皮，你犯规啦！
帮你抱背包包，好。来，一二三，哦，再一次，二三。东东啊，那你哥他多长的时间啊，妈妈就背不动你了哦。那我永远都不要长大。写下啊！你是无可能来找我的啦！你是要来找爸是？嗯，是啦。爸讲对，无对啦。迄个宗亲吼，娶新妇请食喜酒啦，爸阿哥阿妈哦做伙去啦。好。啊，你是有啥物代志要甲爸讲是？你先甲我讲啦，等爸回来哦，我再甲讲啦吼。哦，月底到吼，你是为着要害一个代志来吼？我想讲吼，你也是等爸回来吼，再甲钱摕给伊啦。我无想要给爸误会讲哦，是我咧逼你害钱啊。好了，啊，爸无就是无啊，明仔载来好啦。小白，今日咱袂输个战败结果啦。建宏讲，伊要直接向美国的代理商调回啊。是啊，陈姐夫讲，这是唯一的办法啦。啊，不过即马公司的周转金，根本就无法度付迄调回钱啊。所以吼，伊要找恁大哥周转啦。找阮大哥？郑姐夫，建宏，你给爸香港借的钱？爸无伫，那我就是大兄。昨暗问我讲哦，这爸要创啥？我无话讲。看到伊，我就想到之前我答应伊，讲这月底要甲贷款还我清。不过想到这，我话就太难了，讲不出来。郑姐夫，拢这个时阵啊，你就应该先甲面子看一遍啊。你应该无希望看到凯莉摇摆吧？咱若真正调袂着货，公司准备要倒啊呢？你讲这我知影，啊我真正讲袂出嘴啊。建宏，好啦，你莫阁讲话，我头壳真疼，你快冷静下，啥物话明仔再讲。这帮要安怎啦？三姐夫若是无到乌云帮遐借着钱哦，就算美国代理商遐货，咱嘛无做得甲调。钱的问题毋是我上烦恼的。我是烦恼建宏会因为这个打击一直安尼失志落去。过去建宏嘛拄过真侪挫折，伊拢是喙齿紧咬嘞，坚持倒过去。啊，不过这个伊敢若完全拢失去信心啊，连我嘛唔知要哪甲伊斗相共。三姐，我相信哦，天无绝人之路啊，只要你陪在三姐夫身躯边，好好鼓励伊，我相信哦，伊一定要度过这个难关的啦。你敢无食啥物件？我煮面你食好。没啦，我食袂了。刘文，你可能要有心理准备。咱的公司可能随时会倒。我现在有影想甲无无啊。真正为着要甲准现的迄股款啊，甲买落来。恁家银行迄贷款的钱啊，都还袂六千，所以即摆银行还是无可能借咱钱。我看差不多过一礼拜啦，就会出问题。你敢明阁找机会去爸开嘴？
都无想要甲大兄开嘴啊。自从我见着爸，我也无可能甲讲啥。爸甲妈哦，对我有真大的期待。爸真正愿意提醒我，讲在做人做代志，都是爱脚踏实地。不过我就是一直拢无听伊的苦劝。希望你公司活不过这样凄惨嘛！我真正无迄个面头面对因。嘉豪，危机就是转机啊！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吼！对啊，我真正足后悔，之前我需要遐尼戆啊！你安尼提醒我、苦劝我，啊，我一句话我就是无听。甚至我搁为着应酬的代志跟你冤家，害你安尼受气，走转去后头厝啊！迄时阵我了准讲，我所做的代志，所讲每一句话拢是上吊的。不过事实证明讲，你才是吊的。我真正无迄个本事做大头家，我嘛是一个失败的红仔。建豪，你别安尼讲。你只是一时去拄到挫折啊，只要咱度过这个危机，你一定真紧就会东山再起的。是嘞，我一直讲我要让你过好日子，想到老会快活着嘞，你都要不要面对这么大的失败？你若是感觉对不起我，你都要勇敢站起来，咱做伙来想办法应付，安尼好不好？Thank you.